首先我想谢谢我的迪士尼的朋友们，然后还有我的同学，还有我的所有的支持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来，我很感谢然后得到季军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，这是我第一次。然后谢谢所有评委老师，然后谢谢所有这九位可爱的少男少女们，我很爱你们。然后再次谢谢之前来的我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